片段的声音、这个啊，长官怎么突然间通通坐满了？笑死！来听我唱歌的，对了，欢迎欢迎。好去不了，你怎么才来的是？更加唱两条，安尼啊，两位经纪人，经纪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唱了，你的 uncle， 还没唱了，还没唱完呐 ，Auntie 好不好 ？Auntie，Auntie， 好。如果是这，哦，哎、欸，我看到阿公跟阿伯，是我的正前方，就在那红线的外面，是阿公跟阿嬷吗？我刚刚唱的歌你们听得懂吗？听有无？你是讲台语还是讲国语？听有啊。哪会知？哎，好像彭武有一个腔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彭武腔非常的亲切，但是我不会讲。那县长，你会讲啊？那教我几句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麦克赶快闪来。麦克风，专用的麦克风。对，他出来给你们美女举例的外观。还有几分钟啊？哇，咱要进菜了。哦，进菜了啊、哦。哎、欸，哦啊，我待会还有那个哦，那个无人机哇。啊、哦，对啊。好、哦，这个争取时间了哈、哦。澎湖哦，有一句话，嗯，在台湾来听哦，有在你地球来，是讲哦，你台湾的话，你在冲啥？你在冲啥？你在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不是冲啥。不是冲啥会？冲啥会啦哈、哦！啊，但是澎湖是讲你的命带，命哈、啊，命带，命带哦，哎，听我话哦，嘿，真要听，你的命带，命带就是你冲啥？你在干嘛哈、啊？你在干嘛、啊？所以那个电话说，喂，啊、你的命带是这样吗？对，你在干啥？完全是这样的意思吗？哇、哦，这句话只要一听就说啊，你地球来。哦，谢谢县长，谢谢县长。那、啊、我用一句那个国语叫你翻台语，哼，不，台语叫你翻国语，啊、哦、哼，好不好？哼，这个黄小虎这个是最内涵的。哎、欸，喂，这阵嘛哈，这时天在落雨，天在下雨，哎，咱起咪行，火是头到脚变面带。你讲阿爸呢？阿爸这句，这阵天在落雨，听有，咱起咪行。赶快走的意思 ，keep me 行是赶快走的意思。哇，又学到了 ，keep me 行。阿伯是老大家的命带。哦，安娜伯安娜，我留在这边要干嘛这样？啊、哦，谢谢县长，谢谢。好、哦，谢谢。还有几分钟啊？哎，剩下不多了哈，县长可以下来。几分钟？啊，十五分钟，你可以继续再唱一首。十分钟，因为我教你啊，你要再唱一首回馈啊。哦，我可以唱到天亮，你看。啊好了，那个我们话不讲了，赶快唱。OK， 好。掌声鼓励，县长。哦，命呆。好，那我也不要啰嗦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帮我唱。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。请上黑，不要上后后后你家，好不好？请上黑。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，你们是来看热闹的，对不对？都没有出声，是不是？来这边听我们。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。听到没有？我们今天来这首《我不知我爱你》。